前辈们早上好，老师早上好。好，今天呢，老师教你们千岛娃娃课，关于动物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们一起看图片哦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动物呀？乌龟。对，这个是乌龟。跟着老师一起读乌龟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动物吗？虫。对，这个是虫。跟着老师一起读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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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虫呢也是慢慢爬的动物哦。这两只动物呢不是像兔子跑得那么快。好，你们在家要记得学习哦。今天的课程讲到这里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